那真火宝忏呢，是谁编的啊？是我编的吗？我才没有那种闲工夫了。是大家依照真火经啊，或者依照那些那个编串的方法编出来的真火宝忏嘛，对不对？哦，真火宝忏是依照莲生活佛的心光花露心领神会的真火经清净三业的忏法，就身清净、口清净、意清净，最主要的一个这也是一种智慧啦。啊，真火宝忏的功德力跟莲华宝忏是一样吗？如果是一样的话，那就不用分别了，对不对？所以水忏有水忏的功德，莲华宝忏有莲华宝忏的功德，真火宝忏有真火宝忏的功德，像你念佛一样啊。对，你念阿弥陀佛，你就能他的功德就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念药师琉璃光佛，你就可以到药师琉璃光的那个净土。那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去的地方不同嘛。他的功德力也不一定完成一样，但是都是有功德力的。我只能 跟你这样子回答，这个真火宝忏的功德力是否跟莲华宝忏一样，各有各的功德。你念阿弥陀佛跟念药师琉璃光如来，或者念哪一尊佛，就到每一个地方不一样，但是都是有功德力的，就是作用不同啊。